天终于换我练物啦，今天出演，希望十月底之前看能不能交屋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树围里，这个是有一个叫什么芙蓉的，很贵哦，这个一整排要破百万哦，建商砸中。这是我们的管理室，以后我网购东西就会来这儿哦。建屋公司的，不知道来这边。哇，满满的树。这个听说建商前几天还去东南部去挑这些树。这是我们诚心的管理室，独立的，挑高，挑高。吴淑媛设计的花园，喂，燕屋燕屋，当 YouTube 很累，你看还要录，呵呵，回去还要剪影片。大厅气派大，这个是健身房。好，进来了，这里，然后厕所，以后就在这边上厕所，以后在这边上厕所，在这边煮饭，煮泡面，阳台，哇，你看这边十九楼直接越过那个希尔登，视野很赞。这个是加衣房，现在燕屋在测水，在喷水。对，这主卧室。主卧室比较麻烦，原本想要走工业风，就这边有一根管，看来只能做天花板。采光很赞，那就你了。这间主卧。好，房子太小了，所以拍一下就拍完了。结束哦，现在浴室在试水。这个燕窝这档事虽然我是防重人员，但是真的很多这种专业还是不懂，真的还是建议大家就花个几千块请专业的燕窝公司吧。你看它仪器那么多。哎，你们是宏远吗？宏光讲记错了，宏光是我上次全阳客户也是找宏光，都觉得不错，所以后来群主在揪的时候就推荐，真的蛮幸福的。所以主要是外观，我大家主要，它那个瓷砖是空空的吗？就是你有外面那个你有贴，那是空空的对不对？砖缝没有填饱的问题而已，不是啊。你贴黄色那个，我贴黄色那个是晒衣架，你的晒衣架盖。刚也试了，不顺啊！哦，不顺啊！滑溜，那是不顺。没有通，你这步没有通，我刚才帮你擦。太棒了！要找专业的，大家燕屋记得找宏光燕屋哦。清洁的部分我们公司不贴，清洁也是算是个人定义的问题。嗯，进来以后最后加入进来。如果觉得哪里清洁度不够的话，再跟建商反映。嗯，好，啊，那就大致上就像这样，好，刮伤就像这样，啊，去塞，好，或者是像这个，好吧，有点小脱漆这些小东西，啊，好，再跟建商，门扇的部分美了都可以。嗯，再来这一块木地板的位置哦，有下沉的感觉，好，有下沉的感觉，嗯。分电箱的部分，目前我们就户内线路做检查，它已经正式送电了哈。嗯，那就户内线路做检查，线径大小、线径搭配、螺丝开关的安培数都是 OK， 符合法令的。那他们这边的单线图哦是这样，那他们没有，他们的标示哦不会再把它腾过来了。OK， 所以他们标示就是统一在这里。啊，好。弱电箱的部分里面电
电话、电视、网路，因为是模组化的东西，那我们各个空间的出线口都帮你做检查，好，线路都是正常，没有问题的，好。好，墙面的这些贴纸基本上都是属于墙面上面的P图油漆的 不平整、哦、不良，再请建商针对墙面油漆的部分再多加加强、嗯、那一般来说在我不需要灯光照射的之下要想至少要像这样，对，就刮白白啊水水啊，还有刮气孔裂纹坑巴油漆水这样就可以了、啊、好，浴室的部分地砖墙砖没有空心的现象，纯粹就是那个什么天花板的油漆要做修、啊哦、跟门扇那边门扇底部这边需要美容有修到替代、哦哦，其他的部分排水口、脸盆、马桶都有帮你做灌水放水的动作，嗯哦、那都是畅通没有问题的、哦啊欸、这电脑马桶啊，对的、啊、这个不错的，这些卧房啊没什么特殊的，纯粹都是油漆窗户的刮水伤这些东西而已。好啊，对，这个门扇 OK 啊，好，你就说那个缝隙，对对对，基本上这一间一样哦，都是门窗框的刮损伤哦，再跟油漆的部分，嗯，在所有的对外窗的部分，我们都有帮客户做洒水的动作。那有用热显像仪跟水分子两种仪器去做检查。嗯，热显像仪它是属于表面式的温度感知，对，水分子仪它是属于高多波，它会深入地底下四公分去检测混凝土里面的含水率、嗯、那用内外两种仪器做搭配比对，目前检测下来地底是健康良好，没有、啊、太棒了，是没有渗漏水的那个现象的。好啊，后阳台的部分一样，地砖墙砖没有空心的现象，纯粹都是砖缝没有填饱或者是砖缝填补不实的问题而已。嗯，排水管一样都有帮你做灌水跟内视镜的检查，都是畅通无虞的。好、嗯，再来就是晒衣架滑动不顺，它会卡卡的，对，会卡卡的，然后你滑不下来，到时候再最后加固再试一下。好，好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解决的一些缺失啊，谢谢。